主料：春卷皮200克，豆沙100克。辅料：油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准备材料：取一张春卷皮，放适量豆沙，卷起包好。锅中放油，烧热，依次放入豆沙卷，看到春卷皮变黄即可。烹饪技巧：豆沙春卷皮薄易熟，所以看到卷皮变黄就要立即捞出，否则就会焦。豆沙馅不要太多，我就包的太多，结果把小朋友给烫着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